您现在收看的是《今夜不流泪》。我觉得会骂他。你会骂他？那你讨厌爸爸什么？他讨厌你不睡觉，那你讨厌爸爸什么？你可不可以告诉姨？因为他打我。爸爸会打你哦。会怎么打你啊？你要不要来模仿给我看看怎么打？起来，起来这样，你起来来模仿给我看。来，来，爸爸怎么打？啊，你骑牛仔，是你打爸爸了。这个，这样是你在打爸爸呢。对呀。这样是你在打爸爸，那你还有讨厌爸爸什么？啊？那你比较喜欢爸爸，喜欢妈妈？等一下，不要。子琪，你告诉你，那你比较喜欢爸爸，喜欢妈妈？喜欢妈妈。爸爸。为什么？喜欢爸爸。喜欢爸爸。爱钓鱼。你爱什么？我爱钓鱼。我家爱钓子琪。你又不玩了？为什么？哦，你爱弟弟哦，是吗？可是有。你怎么了？出了什么事啊？又怎么了？你又怎么了？好，我推你。哎，你要选偶，时间到了呢。哎呦！好了，我们已经到了最后要选偶的时间了。来，三位都出来，来都出来。好，大家都出来，都出来。我们要女朋友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悠悠说他要做一个很帅的表情给子琪看。哦，好，来子琪。那个悠悠要放电，然后会做一个很帅的表情给你看，你要看，来看帅表情哦，来最帅的，瑶瑶，再一次，帅哦，再一次，好，阿娇。甲虫送给子琪当你的定情礼物，要不要送他一只？你愿不愿意割爱？不要。那你再表演一个帅的表情给他看。来，再表演一个帅的。快点，再表演一个帅的。你要吗？要，表演一个帅的。来，有没有看他要表演帅的？放电，来子琪。好的。来，子琪，你跟悠悠放电。来，子琪，你最后你要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个，然后哪姨有一样礼物，那你拿去给你心仪的人哈。三个，看你喜欢哪一个啊？哈，想一想哦。你喜欢？我想一想。你要多想哦，你要送给哪一个？你喜欢哪一个？最喜欢谁？啊，最喜欢真的。来，抱抱亲亲。送一个，抱抱亲亲。啊。最后，我们子琪已经选出柯南了。柯南，谢谢大家。这个麦克风给你。恭喜你们有。你喜不喜欢？喜不喜欢子琪？喜欢子琪，那以后要不要娶她？你愿意娶她吗？要啊。两个人坐那里摇一摇。来，那你们两个坐在这边来。现在要做送入洞房。那送入洞房之前要先坐船。坐船玩游戏。这个再还我，来，那你们两个摇一摇感觉，然后到最后，子琪，你是不是还是坚持要他，然后再送一次？要不然我们再回来，再让他选一下，再回去做一次，来，你要再认真想，更认真想，看你要送给谁。对呀，人家星星王子说你跟他比较有缘分哦。再看一看吧，再选一下。还有啊，还有。走过来，走过去，我们有很帅的表情，过去看看。子琪不要，那你们来做这个摇摇，看两个合不合，好不好？对，那你们去做摇摇，好不好？来，这个是悠悠的，来，悠悠来坐好，来，悠悠坐上来，来，子琪来坐上面，小心哦，太好不能碰，来过来，来再摇摇，子琪。
是不是真的喜欢悠悠？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悠悠？真的喜欢。真的喜欢呢？悠悠喜欢子晴吗？那你这一次再还我，我们再一次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看你选择谁，好不好？来来，再回座。好，悠悠下来，小心哦。小心。子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走过去想一想，然后再走回来，再想一想，然后再送，看你要给谁，好不好？想一想吧。伤脑筋啊！放想谁？哇，想一想哇！来来来，我们叫 Kiw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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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iwi， 斑马是小火车。啊！又是了！哇，好厉害！来，再要来坐船，一样的坐船。贤贤选你，来一样再来坐船，来。坐船，坐船。谢谢。对，赶快 Kiwi， 赶快叫爸爸。叫爹，快！哎，怎么这样子做法呢？也是很希望他三次就选三种，三种不一样的人，他容易变心。直接这个是背着对着他的，他怎么害羞？有没有古代女人都这样子？他害羞，他真的喜欢 Kiwi。你要不要整过来？害羞对不对？你会不会热？来，走过来，来面对面亲一下。不要 Kiwi， 逼住，快点去逼住人家一下，因为你刚刚把人家，人家逼住人家，人家亲，人家选你。好，让我们 Kiwi 亲一下，亲一下。自己，冤姐冤姐，害羞哎，你要不要亲你一下？我们现在女主角三位男生全部都选到了哈，今天非常开心，你们四位大人带了四位小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来，子晴，你帮我们看一下，继续收看我们今夜不流泪。让我们今夜不流泪。耶耶。